有，我把德鲁伊吧。有，两个。有。可以。好的，小鹿三了。好，不解释。什么叫小鹿三了？你没有咬人香吗？这一个水母加三个咬人香可以合成呢。一排五，但是我只有一个咬人香和一个水母，但是少两个咬人香，那就很难受了。但是咬人香好像经常能合成东西，你发现没有？拜拜拜拜拜拜，是吧？咬人香可以经常合成东西，所以咬人香好吧？好的。哎，不对啊，我没锁。我锁了。呀，没有脸可以玩的暴毙的呀。我锁了，不好意思。我也锁了，不好意思。阿姆西，小鹿是不是有一定几率打不过这一关的？没有啊，你上次不跟我说打不过吗？我觉得可以打不过。可以打过，打得过呀，他一轮打他个四分之一，四轮打死嘛，怎么可能打不过？你告诉我怎么可能打不过？第二波完全可以打。如果你的阵型摆的不是两个在前面的话，一个在前面可能就被可能就打不过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先打死你一个，再打死你一个，啊对啊，贵了，就是啊、对，你竖着摆就打不过，横着摆就打不过。这给了啥玩意儿？这什么呀？在有猛啊！我是个机器人。我还给哪个区啊？开个玩笑。我还是很强的。我突然发现我三轮没有一个装备，什么东西？我也只有一个。我有两个，而且才打了两轮。哇，这么多蓝帕，然后就给了，然后给战士。哎呀，我是玩德鲁伊的呀，你把这轮给到二级的干什么？开个玩笑啊，只是开个哎，三体金，哎，三体金居然出来了，我惊了。我正在想要不要玩远速。我们这把玩德鲁伊啊，这把玩德鲁伊。那把下面小鹿卖了吧。魔法终结。我玩德鲁伊啊，你要把小鹿卖了，你是人呐、啊？那把上面金金卖了呀。你是人呐、啊？过渡一下嘛。没有金金拿钱，金拿什么打呀？过渡一下。我也没有。什么时候给我树，我什么时候卖上面东西。除了打地金，二级树。哦，流动化你真的强啊！我也没二，你四人口对啊？哦对，还有一个没给，抱歉，忘了。气我老公！我天，这根本打不过这个皮皮呀！打都打不过，除非给我两只血海明。跳舞的赏金猎，跳舞的这个发条基金好傻呀！他知道吗？赢了之后，赏金猎人好傻呀，二级的。哎呦！什么呀？这是，这样少一块钱呢。我拿这个乐器了。这什么呀？基金四流氓了。基金四流氓是可还行。我走巨魔战将。什么玩意儿？要不我卖一头鹿？二级那个。卖头鹿吧，鹿反正东西很多的，对吧？什么呀？养个养个给。巨魔战将，我的天！其实我觉得我应该卖个敌法。什么东西？完了。小鹿很多的，小鹿是真的多，来戏最多的就是小鹿。看我两个乐器犀利不犀利，哇，超犀利！我这个乐器这东西在前期哇，五回合两个乐器超猛。他妈居然是火龙人，然后他打不过几金啊前期。不要谈谁呀？有人幻影怎么五人口的呀？精灵四啊，基础的是精灵四，至于三龙的话可要可不要。我全一级的只能拿老办法揍他们了呀。风行先知全有，保护着我前进。但是我觉得风行先知也还是不如这个乐器。依我的。我是食人魔魔法师。我是食人魔魔法师。哇，这个发牌员为什么那么多装备不给出去啊？你打工了，你把装备给人家呀？不给人家创造个良好的环境，怎么打工？你说说看。吸不吸这个道理耶？要不要做一次毒狗呀？我在想这个问题。不要亚龙，不要残。做毒狗啊！我操，小小身上套一个这个，没恐怖好吧？哇！要不要当一次毒狗？啊！我九一三强啊，九一三！我还给发条，你在干嘛呀？哎，给了个混沌旗，给了混沌旗可以拿个双旗。对吧？弱智。双旗强。我是个机器人。哼，
哎呀，还不给德鲁伊呀、啊？伐木机还不给我呢？靠，两个二胖，爆炸！这谁啊？发牌员万岁！我操！对呀、啊，这只狼人好像有点厉害。我、哦、这个都能输的吗？哦，没输没输，他打不动我。还好我这个发牌机制强。没事啊，待会我们玩凤凰老爷。你看小鲁不就来了？今天是比我们当一个刷子刷一会儿。你是那个汉化模组刷你 QQ 上了？好的好的，汉化的是吧？对，汉化应该挺全的。熟啊。魔法终结于我邪法之哎，八回合我四个二级。将制裁而。我知道以后你那个冰柜怎么造了？但是我不想。什么冰柜？就是在那低温仓造的低温仓。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啊，是，就是那个怀世界，那个。啊，我们把这个。架机啊！当当当当！这不是说那个衣服是叫避就是冷藏室吧？啊，自己冷藏室。你再加几个就是低温冷冻仓。神他妈！你在里面怕是要冻死。啊，我知道二级路，等一下啊，待会儿。啊，可以啊，在关键的时候把这口子装进去。对啊。别！哎，能不能冻死人的呀？冻不死。好像不行啊。好像热是可以让人家中暑吗？那冷呢？冷有冻伤对吧？我记得。啊，冷是有冻伤。对啊，冻伤嘛，把他脑袋要零下四五十度才能冻伤。把他脑袋冻坏了，就没了嘛。截肢嘛。哎，那之前梦姐就梦姐的那个低温是怎么的？他是那个太冷了，因为出湿温度他会得低温症。过于越低越快嘛。这出发就你一直没穿好。我靠，可爱！哎，先吃面。对啊。完美。你快尝一下，绝对好吃，我告诉你。我只有开始吃冷面。啊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凤爪呀！哦，哎呀，奶茶就是这。所以说，我妈做这个面绝对好吃，我跟你。别说了，是吧？不吃啊？啊？吃？啊？觉得凤爪好吃吗？还行。我觉得特别好吃，特别是那种泡椒凤爪。是是是是，你都觉得好吃的，有没有不好吃的？那么大肠呢？大肠嘛，更好吃了。派我来一次。那怎么都不吃了呢？嗯，太麻烦了，不跟你说过了吗？我知道了。要洗啊，大肠。不洗能吃？这边如果不好吃，你找我。能吃啊，能吃啊。嗯。那你不得拉肚子？吃上母鸡拉肚子，又不是我们打死你。嗯。他拉飞我拉肚子了。我就是。应该太无聊了。我很快能迷住你。魔毛霍霍像敌人。魔毛霍霍像敌人。差不多就个意思吧。怎么那么多的小鹿啊？是要上天啊？你看了吗？啊，看了呀。什么都行。我不准备打了呀。那今天你们是刚开的是吧？对，刚开的，刚开的。刚开一会儿。我不今天不准备完了，我操！连续三把到五千，我切了小鹿，不一样，等会儿我们就玩那个就是凤凰狼烟的。嗯，这把打完凤凰狼烟。凤凰狼烟是魔兽还是星界？多塔。多塔，什么嘛？你们这把刚开呀？多塔呀？已经十一回合了，不叫刚开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时间了，开了很久了，开了，真的，还有半个小时，再打二十分钟，赶紧把我杀了，
还有半个小时，什么二十分钟，一局四十分钟左右，还有半个小时的。哎，我杀我杀我杀我！啊！我赌狗终于赌了一回出来了，我的天！我三级居然海绵了。魔法终结于我。哇！暂时不想打你。魔法终结于我手。为什么我赌不出来呢？为什么呢？哇！我赌了一个什么出来了？得开心。我三级居然海绵出来了。这个小鹿是卖还是不卖呢？我差一个小鹿，三级小鹿了。卖他！不要龙骑，不要龙骑，不要龙骑！我差一个德鲁伊，我就带你。不玩三龙，就德鲁伊三四就可以了。把这个帮帮装。魅影之杀派我来。先买一个二级圣塔，二级幻视拿。哇，现在没有三级伐木机，不是三级那个发条了，太强了，三级发条。我还不是被人录了，我操！我连胜好不容易有钱了，你又来了。三级小鹿，我先行一步。三级小鹿，向敌人。来，我来，我来，离我远点。三级小鹿，三级两个三级小鹿出来了，三级修补匠。这把子什么玩意儿？十几回合这么多三级啊？对。对呀、啊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鬼东西啊？三级发条，三级巨牙，三级修补，三级小鹿啊！你们要上天弄。你看你旁边一个三级小鹿吧，你上边的上边一个三级发条，你上边的左右边一个三级发条，然后再右边怎么那么多三级发条？几个三级发条？每个三级发条一个三级修补，这么强的吗？两个人各一个。我这三级小鹿是硬核的，搞得谁不是一样的？我这很扎心的才上来的。哇，人真的强啊！我连麦没了，连人没了。康康母丁怎么样了？这把我只要赢，我应该可以上主教四了。然后我们再演两把，我就主教五了，是吧？演两把。你这里所有人都是你的演员。怎么样？演嘛，演就上去了，然后输一把掉回来了。你先下来吧。我把这弄下去的话，我可以弄个三精灵，你们知道吧？嗯。下一个。船长。这俩还挺屌，先买一个。开船了！好，再添成人口。果然地心之神还眷顾我的。最想拿到的三级就是没有。魔法终结于我手。目前看来情况扑朔迷离，因为他们有好多个人都有三级的东西，实力很强的。好亏啊！虽然我也有一个，但是我这个是对吧？假冒伪劣三。对呀，我感觉以后，我感觉以后应该更新一个是什么？用德鲁伊特性合出来的。德鲁伊产物是有点性的，2.5星。德鲁伊的这些三级东西都只有大概两级的这么一个强度。哇哇哇！哎，这把三级真的很多呢。你看，猪猪，你看，三级敌法。小鹿也可以下来。哦，我还能和一个挑战头巾，哇，强啊！上一把是大家都不怎么欧，这把好像大家都挺欧。啊，什么鬼啊？赌这么多三级啊？我是两个二级啊！有一半人挺欧的。哎，好，这把上课我去上晚自习了，不欧了是吧？让我早点死啊！我操！被你发现了！被你发现了！我操！我这三级敌法有点三级敌法有点强了呀！哦，我旁边。这个巨牙海明是谁啊？三级的，啊，这三级的，哇，这还有个三级发条，我操！有第三喽，我的天！前二十回合场上能出那么多三级，真是出乎我的意料，过于强悍，保一波连胜。换个五十点血，我是没数呀，但是我有三个地精二级啊，没数嘛就没数喽。我很在意吗？你看我都没有说，哇，我都没有输，我并不在意，因为我经常没输。我说我怎么来那么少，原来在你这里。我一个输都没有。
就是你不说我没有数吧，我没什么感觉，没数就没数。你一说的话，我就有点难过。今天真的跟我的嘴皮，我输了你们呢？杀了我菜的抠脚，然后我他妈就打母皮。三人第一发打三级巨亚海林，被爆锤。哎，忽然发现人间的暖跟我的这么恐怖，我是真版的菜的科技啊！居然还没这三级差距，我有点恐怖。狼人什么狼人？我感觉我俩好像是一路货色，刚刚发现。对，就是一路货色。全世界七点钟，有人有大雷锤了吗？啊？没有啊？不可能吧？我太优了吧！我看弹幕上说有人有大雷锤了，你不要吓我呀！没有吧？没有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有大雷锤啊？难道要说三级啊？没有，吓我一跳。九一三，你吓了我一跳。二级啊？你想啥呢？慌了一批。哇，三级斧王了！谁又三级斧了？呜、啊！三级好多呀！人手一个三级是吧？三级巨海明，三级斧王，这个没有三级。我有个三级路，一个三级敌法，这边有个三级路，这个没有。这边还有个三级修补匠。哇，这儿还有个三级，喂，场上八个人有六个人有三级。现在是十八回合。二哥之前。什么概念啊？不，什么概念？全员变，全员继承。啊，是的。全员是变态。全员变态，这就直说了。大家都很欧耶。阿不信最欧了，你闭嘴！比神，这就是比神阿是几弱的？比神，对呀、啊，我没有大树呀。下午好，祝我早生贵子，可还行？就好像就只有那个谁来着？好像就只有发牌员万岁和这个萧氏是没有三级。最惨的兄弟，你太惨了，兄弟走好，在路上吗？一路走好。一路走好，一路走好。发牌员可能要去世了。活不下来的都是没有三级的。对呀、啊，对，就这两个人，倒数的两个人全是没有三级。萧氏有。萧氏没有啊？有没有？哦、他没他差一个蝙蝠级，你再来个蝙蝠级，再来个三级，是不是？八个人七个三级，对吧？他的混沌级顶个三级啊！混沌级顶个球三级没装备吧？然后他妈就来混沌级要是六件装备呢，可以顶个三级。还打母鸡，我操！我不是凉了吗？发牌员发牌员三法吗？等，没三法，他两法，怪不得打不过呢。你们两法不行的呀，不是了。发牌员去世了。发牌员去世了，可能比较开心。这一局是欧皇局，我跟你说，非欧皇都玩不下去，我跟你说。剑圣呐，我这二级已经扛到现在了。这周怎么太难受了呀？今周简直周四、啊，你不死我也拿不到的呀！学生倒霉，明天又要不爽了。爽个屁！明天我要赶回家的班车。我知道你们学生倒。周五最开心了，是吧？周五一点都不开心，我不想回家。那留校呀。不想回家可还行？我爸妈打了21个电话，他让我明天回家。剑圣、哎、你来了哎呦我的剑圣，你的葬身之地，我的圣堂也来了，我的天哪，听到这句话我哭了，你终于得到了现实。哎，萧氏有个三级了，三级蝙蝠级，哇，剩下的全部一个三，人手一个三级，人手啊，他的三级也出来了，现在剩下七个人，人手一个三级，一个以上。我现在场上全是二级和三级的，来的还有一个一级的。这把强啊，这把能不能怎么说，见个年兽啊，啊不是年兽，见个肉身。年兽我都见过了，好吧，年兽大家都见过呀，就是肉身比较少一点。哇，二级出来的，我这三级地法放一个板甲，那我跟你说那叫个肉啊。这谁啊这么强，哪个强、啊、哇，我三级地法扛一个三级巨亚海明加个锤上扛那么久，居然其他地方还没打赢。拿着加骑士把我连胜给断了吗？我连线也被断。你别叫。哎，到六点半提醒我一下。六点半，马上六点半了。好的哟。赶课呀，我大哥。迟到一点就没有事儿的喽。
我也觉得是、哦、扣学分的，现在晚上迟到，扣就扣嘛。我也觉得，哇，大不了多修回来，算挂机吧。话题这么说，学分不就是拿来扣的吗？啊？关键是我这个学期学分本来就不够啊。妈耶，学渣，差评，学渣，差评，哎。学分不够，我的天哪，我都没有过这个概念，我跟你说，学分不够是什么概念？不是不够，关键是不是那么充裕，不是那么充裕，可能比较还行。这个概念我也没有，不好意思。在我的概念里，只有 学分满不满这个概念，好吧？哎，徐苗泽三级那个看懂好久哟。哦，玩不下去了呀！我知道他的意思了，就是一扣的话就不到了。对啊，扣了的话就不到嘛。要不全卖了，我已经到那边刷钱了，下面东西都不高兴死了呀，我该死了呀！哦，快点死呀！这猫仔50块钱。啊，你们都钱多呀？哎，哦，我没钱啊。我可以上八的，我为什么不上？我上的话，我就去死了。我才差三个赏金，我不知道我赏金跑哪去了。我这奈何桃什么东西啊？奈何桃可以。三级敌法，天下无敌。我感觉这把我要爆没办法，怎么再弹死两个？看看我三级敌法怎么锤死这三个东西的！你炸不死我，我告诉你，我敌法自带魔抗，29%。等我后面再把那个魔抗装放在他脸上。阿九，平 A 死你呗，平 A 死你呗。不行，上面那个人要放技能了。哎呀，你就不能 A 上面一下，再 A 下面那一下吗？就不动脑子？可能，哇，就不动脑子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人，那不可能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24回合了，终于给了我第一棵树呢。哼，可以。哼，临死呀，拿一棵树。想他妈临死呀？哪有人呀，会这么疯？哇，不好意思，利爪得离上线。哎呀，我也就只能回一个先知二级。啊，先是三级，那也没什么用。买，看到你们把木鸡卖了呗，把木鸡卖了。三地精啊，我怎么就卖了？你卖个地精吗？三个地精二级啊，这标准。卖了呀，卖了呀。凑一凑吧，凑一凑。卖了呀，给卖了呀。我操！现在我场上几个精灵？一个、两、三。看我。四个精灵。手皮可是。死也拿四棵树再死，他妈死也拿四棵树再死。你死了不又回去了？我拿了一棵树，四个力量都离死了。一剑上天。啊，行了，我走了，你加油。好的。啊，我老碰到骑士这一家是什么东西啊？特别强是吧？根本打不动他。哎呀，我要是上精灵的话，我会输的呀。全他妈龙骑，但是这个圣堂我不可能不拿的呀。你的葬身之地将成为你卡迪法有屁用、哦？迪法他现在有屁用？你们看我这边，你们是不是特别开心？我他妈，你们是不是嗨的不行？我知道的，你们别说了，你们就是嗨的不行。我只要不打骑士都还好。我把我的三地精全给卖了，不卖放不下。其实我倒不太害怕。三个二级地精全部出去了。我这样就看我跟你的脸了。这个标签我来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现在这个敌法不要太强。现在20点甲，而且的话又带了个魔抗。我跟你说，这魔抗我跟你说爆炸呀，这是要。我的魔抗啊，不对，我的敌法会成为全场最硬的存在。圣堂也二级了，完美啊！这波东西，就是你这个破树，你一级站在里面，你丢不丢人啊？不丢人，丢不丢人？想不想死？嗯，不想死，不想死，该一个到二级。不到，救不到，救不到可还行。树呢？我都越级到3了，树还没到3，能上天啊？你这样树不是左右两排都是吗？呵呵，我要那种能动的。会削化的树，他们也能动呀，他们也能说话呀。太阳能跑，在梦里可以见到他们呀。我的小鹿的位置没放对，应该放外面。啥东西啊？我操！晚上好。
一个乐器三级，差一个电棍三级，差一个乐器三级，差一个电棍三级。哦，那我这把给你看一看不差的啊，给你们拿一下这个圣堂三级、乐器三级和风行三级，怎么样？是因为没人卡你经营啊？不是没人卡，大家都很欧啊，这把是吧？都有三级。你看有三级的机器人，大家都现在都很稳啊，没有一个人要去世的，是吧？这个潮汐怎么办？先拿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合个东西出来。什么呀？我这边全给德鲁伊了。现在是打靶时间。全德鲁伊，我看不下去了。我的剑袋里多了一支剑。那就这样吧，就这样也挺好。哎，母亲，你知道我这边刷什么？想看德鲁伊。然后呢？全打德鲁伊经营是吧？我看看啊。哦，全给你刷了德鲁伊经营是吧？啊，贼恐怖！我现在就要输，德鲁伊这套东西里面我就要输，什么都不缺。我操！没事啊，大家看好我这个敌法的这波操作。我们敌法的魔抗，大家看一下，我的敌法有50%的魔抗，你们怕不怕？自带29%，然后呢，挑战途径给他加了一部分，然后他就去世了。但是我有个圣堂在这边，但是我圣堂吧也没什么装备。我他阿姆西你够狠，16滴血。我去世了，没打过。对面要出事呀！我关你乱枪了。我的天哪，我的天，哎，你们知道什么叫欧吗？就是你根本就不用刷，你看每一把给你个一两个你要的东西，你不强都不可能。我跟你说，我升堂都要到3了，我还差两个升到3级了。妈耶！哎呦，打三个升堂三级，差两个月级三级。打气啊，不打了啊，输点气了。没事，欧起来真的是挡也挡不住，我的妈呀，太恐怖了！三级换刺，你等我把这几个东西收完吧。我才三级换刺，我一个拿前两个，这两个换刺我拿多长时间？你变不变数？然后他十几个回合了吧？第三个换刺都不来，怎么办呢？头大，那就不要了呀！不可能不要的呀！我要德鲁伊3次的人。当然，我现在只有一个刺客。跟他们打一样。哇，这把居然要输，我奈何交强了。看我这三级敌法加一个二级圣堂能不能翻盘？强啊！我根本动都动不了他。谁啊？狗刺客。狗刺看着狗刺客口子就被我录了。我不想看你。现在我感觉这一把一超多强了。我操！有没有？是不是一超多强？为赛利蒙尼效劳。我他妈！我真不想碰到你，碰到谁都行，不想碰到你。风行差一个，乐器差一个，给一个我就上天。我也是七人头打八人头啊！我还看到是九人头的。换次去世了，因为实在没刷出来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对吧？哇，他一个风行三级风行，一个乐器还差一个乐器三级乐器。我刚刚刷了好多钱，但是没有给。有一个换刺吗？不是，我要的是风行和这个乐器。肉的鸭子。换刺中间后面慢慢刷好，一会儿。重点是三级。有一个树没拿。我操！我这把可能打不过金爷了呀。你先去世吧。要去世了呀。哎呦呦呦！我又打了个圣堂，你们知道吗？乐器来了，三级乐器。我这把欧起来真的挡不住，我的真的挡不住啊！树也来了，我操！我把装东西卖了吧，我想打了。哇，欧起来是真的挡不住啊！我天哪！呀，我地精是那两个就不来了，我也不来了呀！我也不来了呀！我就想打。又要暴力气死了！我也不来了呀！俩地精要暴力气死。我他妈我的都捡不来了呀！我又这把打野怪不应该刷的，我野怪都打不过，东西都没来。哎耶！不给回蓝装的吗？好奇怪呀！我他妈五个地精，那个死活不来。
妈也没给啊，啥也没给。我们俩要去世了呀！我操！我俩已经凉了呀！先锋盾，先锋盾没有，没有红球啊，也没有戒指。我操，没了呀！我一个死活不到二的燕京，一个死活不到三的伐木机和发条，还有一个小金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我有一个死活不到三的圣堂，死活不到三的树，死活不到三的风行。你给我闭嘴！我操！你给我闭嘴！我们这也没你说话分。现在的敌法，没你这精英说话分。现在敌法单挑五装备的三级圣堂谁赢？不行啊，我要刷了。三级圣堂打不过，二级圣堂可以打得过。我就在这里。哎，不一定啊。我现在这个敌法，哇塞啊！来，四秒仔一块。我敌法二十点的护甲，五十点的魔抗，强的要死。哎，我操！小鸡爸爸，你总算来了。哎，我伐木机，你总算又来了。哎，各位大哥，你们之前不是一直来了吗？现在怎么一个都不给了？我操！这三级乐器什么鬼东西？哎，怎么？我再说，我继续刷。他已经觉得我的诚意不够。我告诉你，你看，树就不来了吗？你看，这边三级。服了，一会儿满场三级，全场三级。哈哈哈哈哈！又差一个。达成史诗成就，全场三级。不行，利亚多鲁伊还早呢。我要是能八个三级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就是见证者。我告诉你们。我差的真不多，差两个幻词，两个圣堂，一个风行，还有三个利亚德洛伊嘛，这都不难。这打皮呀！我不上九了，我要达成全场三级。我操！又去世一个，又去世一个，九月三去世。这苗仔也要去世。九月三去世，这个你赶紧刷吧。哇塞！抱着一起死，太标准了，你们两个人，太标准了。这挑一起死的可还行啊！我服了。啊！我操！我刷了，我刷了60块钱，没有刷到。刷了60块钱可还行哦。两个船长。我操！三级圣堂，三级圣堂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杨文蛋，我跟母鸡打了几次，我就直接去世了。我将承担。我也骂。三级圣堂。我们干了，三五七打完了。他妈个，三五七，三十三回合三级圣堂，我靠！我跟阿姆西打，我跟阿姆西打，我跟阿姆西打。哦哦，这个世界太棒了！三级复兴，复兴也三级吗？你叫我的什么？同志们，我他妈，同志们要上天了！同志们，同志们真的要上天了！同志们，你就被他这样子忘了。我就差，我还差两个德鲁伊，八个三级，你们知道什么概念吗？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概念？哎呀，风行三级，我的天哪！我他妈我就被他三级直接。那你打德鲁伊有几个三级啊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。好。选他们三级，哦，就你找到了一个三级，我就差你俩德鲁伊了，啥也不缺。的为什么要上九？九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。我他妈应该把他把母亲进行全抢的，我这边全进行进德鲁伊。对嘛？你就应该卡他的呀！哎呦，帮我们地区搏一把是不是？怎么样？三下一个二级兽王，玩蛇呀！我这个鱼人还是强啊，鱼人还是强。鱼可以砍我五六下。纯我的太猛了，我的天哪！我不想杀你们了，我不想杀你们了，你们都别死好吧！我下东西，我马上下东西。我马上下东西，圣堂吧，马上就下，马上就下。我把圣堂丢下来，好吧？我丢个三级圣堂啊！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卖了，全卖了。阿姆西，打完这个自走棋打什么？那个什么东西啊？那个什么棋？什么东西？乱贼先锋不是乱贼，就是那个，那什么？不是烽火狼烟，烽火狼烟对。我就杀六个精灵吧，我下全下了，好吧。两个野兽下了，我就六个精灵，好吧。啥也没有，就六个精灵。当然细狗子了，我细六个。五爷，你快看我这套东西。真的？我八人口七个三七。我跟你说，总共场上总共有差不多十几个三七。对啊，刚刚场上哎，怎么是打野怪啊？本来就打野怪啊。干嘛啦？我三级圣堂单挑野怪都单得过的，你怕呀？我怕什么呀？你不打线，不玩线怎么办？要玩了，线怎么玩？
你看我三四拿单挑都能打的，怕什么？妈耶！呀，火箭啊！我操，大炮要出来了！我的毛鞭断了。打屁啊！不打了，我卖了，挂机啊！你太欧了吧 ！OBS 炸了。哦 ，OBS 都断了，刚刚什么意思嘛？过于嚣张了是吧？垃圾游戏。OBS 有个 O 字。扩建给射团呀！我想把这个利亚德鲁伊刷出来。刚把扩建给。那你就三星，不三星我三星送他了，那神仙一样。出来了一个。我的 OBS 出问题了，又出问题。OBS 是指你是个 OB， 我操！放心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刘乐花，你这里好多装备啊，要是能飞过来捡就好了。我也想捡。哎呀，我倒数计是不会看掉段的。现在你们刷新一下，现在好了没有？看一下好了没有？卡成狗。现在应该好了吧？好了。打不赢了，阿布西。我现在我用了六人口呀，我当然打不过了。好了好了好了。不行啊，还是不行。哎，怎么卡呀！我操！而且 OBS 又出问题了，我操！哈皮终于要打不赢了。我用了六人口，当然打不赢了。六人口果然打不赢。哪怕全是三级。但他妈六人口还贴了好多人。我这六人口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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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待会又不好，我要重新开一下。你再上个魅惑魔女嘛？好了好了好了。小鹿三级，最弱三级啊！等一下。又不好了。我只差一个利亚德鲁伊了。卡不卡 ？LC 还是卡。大家看，先别管卡不卡的问题，八个东西全部三级。干不脏呀！废了废了，看到没有？再见再见再见。垃圾游戏，垃圾游戏为我提分，待会找血脉了。先不管了，先不管了，网炸了，等一下。对呀、啊，全都三级、啊。我先不管那个直播网炸的问题，我就想看到现在场上37回合八个单位八个三级。卖了卖了，全卖了全卖了。卖了哦、大家去世了，好吧，大家去世了。帮我去直播间里说一声，帮我去直播间里面说一声，就是说待会儿弄一下我。乌鸦密码多少？乌鸦密码多少？哇！走了走了走了，拜拜拜拜。是不是太欧了？怎么网都出问题了呢？哎呦哎呦哎呦！好烦！我猜进来了，我猜进来了，我猜进来了。你们现在看了没有？你们现在看了没有？不是，现在直播间应该恢复了，你们看一下，八个单位，八个三级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八个单位，八个三级。奈何桥快退，奈何桥快退！别退呀、啊，不要给我一个机会，八个单位，八个三级。奈何桥快退，奈何桥快退！直接卖了吗？又断了。对对对对对。断开连接，干什么嘛？他是不是制裁我？我好不容易全部三级，不是好不容易，就唯一的一次全部三级。录了吗？视频录了吗？你是对、啊、视频录了，是这个视频录了没有？我看一下，视频录了，视频录了。我怎么用啊？我怎么用呢？这把真的是我操！八个单位，八个三级，主教四了。我家现在只能看清晰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太强了，我掉一个呀！太强了，太强了。如果在你明亮的世界里面，我只是阴影。在你轻柔的嘴角眉间装满了风雨，原谅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对你说一句，我只想和你